新鲜的王一博许久未曾露面，这次现身中广联合职业道德建设座谈会，头戴灰色渔夫帽，一身黑色系装扮，低调现身会议现场。都知道王一博作为文艺工作者，参加广电职业道德建设座谈会已经不是头一次。在今年拍摄《光明之路》的期间，他就穿着戏服参加过视频会议。这次是文艺工作者集体活动，通过现场的参与人员看得出来，王一博显然是最年轻的一位，头戴着渔夫帽，身穿安踏长袖，黑色休闲裤还是王一博一贯的穿衣风格。不过这次的渔夫帽是两边带扣的，王一博戴着看起来有种老干部的既视感，特别是王一博认真听讲的样子，显然想象不到这是我们舞台上那个酷盖。这次王一博的出现，陪伴左右的还有杜华。都说这个女人好命，的确如此，优秀的王一博参加这种活动是很值得点赞支持的，这是广电对于演员行业的认可，才会选择你参与。现场我们看到了张凯丽、唐国强、王劲松等演员前辈，在大合影中王一博看起来特别的乖巧可爱，他很认真的站立，和我们在荧幕上镜头里的他全然不同。这样子的王一博我们还是头一次见，这也难怪现场不少人看到王一博后都纷纷过来跟他合影留念，他也很配合，是不是有种羡慕的感觉呢？在签到区，现场的工作人员看王一博的眼神，一种犯花痴的样子，只能说老干部装扮都无法抵挡王一博的魅力。这位女工作人员，请你克制一下你的表情，给王一博一个大写的优秀。能够作为年轻的文艺工作者出席，就是一份肯定和认可。都知道王一博自身的大流量，一路走来跟着苗红都是大家看着他成长起来的。如今王一博转型电影圈，拍的作品多以主流为主，就是考虑自己的影响力，才会选择这样的发展路线。今年他主演的三部电影都已陆续上映，从谍战片《无名》到军旅题材的《长空之王》，再到如今大热的青春街舞片《热烈》，题材多样，角色各异，口碑经不俗。王一博的电影表演之路开端相当不错，能够代表年轻的演员来参加座谈会。王一博不仅兼具人气和业务能力，还有就是职业道德情操，认真敬业，自律谦逊，言行举行都备受肯定。参加座谈会都是需要分享心得的，王一博不仅与同行业的人们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体会，还倾吐了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难题。他的发言不仅思路如泉涌，言辞也真挚恳切，让人感受到他对职业道德建设的深厚重视和无比认真的态度。众所周知，王一博是一个行慎于言的人，少言多做事的实在人，他也还是一个慕强的人，低调谦逊，在热爱的事情上很有匠人精神，这才是我们喜欢他的地方。